你看我这边有两张票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戏啊？嗯，那是要看什么戏啊？是蚂蚁和西瓜。难道这是在说蚂蚁吃西瓜的故事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不过听说很好看哦。真的假的？赶快带我去啊！走，走，走，走。Hello，Hello， 你们好。你好，我是太阳哥哥跟樱桃姐姐。嗨。想请问一下，这边是看蚂蚁和西瓜的地方吗？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票是不是？对吗？我看很久哎，你看得懂吗？是哈。那请问我们要到哪里去坐啊？哦，到那边去坐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票给你们是不是？哦，好好好，走走走，那我们去看喽，谢谢你们。我是蚂蚁小弟，我是蚂蚁二哥，我是蚂蚁大哥，我是蚂蚁妹妹，我是蚂蚁弟弟。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是蚂蚁爱西瓜。在夏天，一个好热好热，非常非常热的一个下午，有一只好可爱的小蚂蚁。他发现了一大片看起来好好吃的西瓜哦！哇，好大的西瓜！我吃一口看看，西瓜好甜哦！我想把它搬回家。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！哎，西瓜好重哦！我去找其他同伴吧。大哥，大哥，我发现了大西瓜！啊，这西瓜好大！我们一起把它搬回家吧。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！哎，西瓜还是慢某动耶。大哥大哥，你快动动啊，想个办法吧。我再叫其他同伴来了。弟弟妹妹快过来，哥哥哥哥哥什么事？哥哥哥哥什么事？我们发现了一片大西瓜，我们一起把它搬回家吧。这个时候，大哥拿起铲子的时候，大哥的铲子掉了，不小心跌倒了，跌倒。然后大家一起去扶大哥，把大哥扶起来。哇，大家扶起来好开心的。我们说小蚂蚁站在西瓜的前面，扭屁股一起来，扭屁股，扭屁股，来屁股转到前面去给大家看，扭屁股，扭一扭，好开心。赶快把我们的西瓜组合起来，快点把西瓜组合起来。预备，准备，出发！嘿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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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断掉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合力把它搬走。预备，开始！嘿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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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一起合作搬西瓜，有没有很厉害？有。那是不是团结力量大？有没有？有。那我们一起说，团结力量大，一起说，团结力量大，冲冲冲！集体战士，勇敢向前冲！再一次，冲冲冲！集体战士，勇敢向前冲！哎，你们两个是在冲冲冲吗？成功！往前，往前！好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拥有 YouTube 有好多精彩的卡通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赶快按下订阅键，看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！除了订阅。